三点，请起立。姚花，早起时你听我的声，早起时我要对你拜立我的心，用你的圣殿来敬拜。这时，咱做伙来中卡，咱上帝给咱的十条诫，也是生活的瓦课。第一诫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唔通有别个上帝。第二诫，唔通你个家己交给偶像。我们天顶地上，阿弟个世界所有的你，我唔通做伊个像，唔通敬拜伊，唔通服侍伊，因为我要我的上帝。第三界，唔通人三千了我的上帝名，因为人三千应名的，要我的卡无聊，伊做无罪。第四界，有你安个日修己做善，人家一定爱着我，做伊一世人，独独第七心，就是唔了我的上帝来修安着。这是伊家己囝、查某囝、姑父、女婿、前生，伊囝伫伊中间伫厝外人，伊坐工都唔通坐，因为人一来，老花送着天地爱，家己中间含义，第七日就煞，所以老花死活硬要去，说伊伊做事，第五届。第七届，唔通赢便宜；第八届，唔通偷地；第九届，唔通做假感情，贪财的手边；第十届，唔通贪你的主意的事，也唔通贪你主意的路，路路如你如如，你欠你的主意一切收回。弟兄，咱这时咱做回来。